月十四日晚，电影《画皮二》在成都举行了首映盛典。因时间问题缺席下午首映发布会的杨幂，也终于在当晚的首映式红毯上亮相。当天身穿一袭白色礼裙的杨幂，也正如她在片中所饰演的雀妖般轻快飘逸。而在之前几版预告片中鲜少出现的杨幂的戏份，也在当天虐油曝光。把他们青蛙出来吃了吧，给姐姐补补气。给我让条路，我到前面找个亲戚。你跟我走吧。我怎么不需要了？没见过妖啊。其实当天到场的除了主演杨幂、陈坤、费翔外，电影《画皮二》的主题曲演唱者张靓颖和郁可唯也都出席了晚上的首映盛典。电影《画皮二》沿用了《画皮》的主题曲《画心》，但有稍作调整，使整个曲子听起来更加沧桑悠长。据悉，缺席当天宣传的赵薇将于六月十五日返回上海，与剧组成员一起《画皮二》摇旗呐喊。